因为我跳得高，所以我好刻苦咁训练空翻，从而增加团队表演嘅观赏性。同师兄一齐训练，见佢哋嘅时间仲多过屋企人，个关系就好似亲人一样。同佢哋训练咗八年，喺呢八年入面我哋攞咗三个世界冠军。即使系咁，我都会以刘浩南、何柱廷、周颖乐为一个目标。每当我哋训练到好攰嘅时候，之后我饮啖水就想继续训练，争取每一分每一秒去不断突破自己。我叫黄启明，香港土生土长，700万个古仔，成就一个乡，讲古仔。